请下一位选手。我的主人陈立慧是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，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特别的微笑，不要让他温柔的神态欺骗了你，他在赛场上的勇猛经常让人惊叹。从中学时期开始，他迷上了车子，一开始只是看看赛车杂志和漂移表演，一段巧合的经历后，他开始打从心底想当上赛车手。十年的时间，他比赛无数，凭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对赛车的热忱，他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一女赛车手。今天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挑战更高的高度。十九八改装车，我觉得这辆车就够美了，很难想象这个女车手。哎呀，可惜，我等你，太紧张了。慢，你慢来，这好像也是一台涡轮增压车，还不错，哎，不错，蛮专业的。我们听得到那个啾的声音，是泄压阀的声音。哇，够不到，快！哎，努力，快！好，没问题，拉的好，快！笑得很甜，你看你看眼神没有？我比他着迫不及待要见到你的感觉。我比他还着急。看他刚刚犯的那个失误，会不会导致他这边乱了节奏？一定要来哦，一定要成功哦！撞我们吧！哦，好，注意车门会开来开去，小心哦！哎，他拉着外面，路线也走得刚刚好。好，哇哦！哇哦，很快耶！这里一定要慢，看到了，争取到时间了，慢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但他路线走得很好，把路都给用满了。看来第二次有没有再争取到时间？慢。哦，有了，争取到时间。选你们啊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哥，你上。好，接下来会用什么样的方式？用漂移呢，还是？哦，不错。是啊，真棒！哇，非常帅！哇，非常的精准呢，感觉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一样。很棒！你确定这是一个女生吗？对呀，那么漂亮车，那么漂亮的技术。
强哦！金牌，这位美女要进了咱们队的话，咱们家男生们不炸了锅。非常非常的棒，也很完美。都说你们捡到了，那是盼到的，用心盼到的，不是捡到的。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丽慧 Leona 庆，来自马来西亚。哦，哇！阿伯卡巴，阿伯卡巴，干巴巴耶！马卡西。我哎，我会讲一点马来话吗 ？Welcome to China 生命中有非常多的缘分是不期而遇的，当它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信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注定要在一起。虽然我队伍上面有两位女生，但是我觉得你的漂移技术真的太棒了，比我的漂移技术好了太多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来到我的队伍教我漂移。当然当然，我们队的队员可以到其他队去当老师，没问题的，我们同意。我希望能够直接一点的，直接一点。你在我眼中是最美，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。你的坏，你的即使卷起的嘴，我你在我心中是最美，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。哎，别唱这个，你现场为他做一首曲，唱一首歌，专门为他唱一首歌，只属于他的。今天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明天他们想不到你一定会成为这里最耀眼。太棒了，哎呀，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我可以晚上请你吃顿饭吗？可以，对，我们队都会到场，放心吧。虽然我已经没有名额了，但是我按下这个灯是因为我很少看到在这个场地上，在各种半径的圆弧上都能控制的淋漓尽致的漂移车手。觉得周勇大哥虽然没有机会做你的领队，嗯，我愿意帮你去求他，让他教你。不用求，我也非常愿意跟他沟通。因为我现在亮这个灯就是表达一种态度，我很欣赏他。所以勇哥，我觉得在他这么棒的技术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头。练了多久漂移？在哪里学的？我是八年前学的。啊哈，八年还是半年？八年哇，所以绝对不是说
短时间能够练成，人家所以今年你几岁 ？How old are you？ 这是秘密，不能随便问啊。这样，你有这么高的水准是怎么练出来的？以前我去修理车的时候，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学漂移。He's handsome boy。我就讲哦，很有兴趣，但是没有人来教我。嗯，然后他说，可以啊，我可以教你啊。然后我就学了八年了。一直跟着他一个人学了八年啊？没有啊，也是有换其他比赛的种类啊，有 Gymkhana 四季赛，还有 Rally。所以在到这之前，你获得过怎样的比赛的成绩？大多数都有得到冠军了。很谦虚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冠军。那肯定有漂移大赛的冠军。漂移大赛，漂移赛只是表演而已，不算成绩的。那赛道里面一定拿过很多不一样组别的。嗯，对对。开过不同级别的车。嗯，对。哇，你有什么愿望？哦，我愿望是做什么？Asia 最棒的女生，哇，女车手，亚洲啊，一定是世界 world。对，所以I mean like 控制Asia CN 啊 ，Pardon？ 先没有，先在亚洲当第一先啊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就去代表亚洲去世界。OK， 一定。我愿意当你的翻译。谢谢。接下来就是我们选择台升起的时间。Come here, baby.近乎完美的漂移表演和她甜美的笑容，加入了羽泉十二人的大家庭，成为了羽泉战队的经典收官之作。四大战队车王争夺战的大幕就此拉开。